线、射线，啊，一大堆。爸呢？还在那里等我，我去下去拔一下。嗯，宝宝哭了，看一下。啊。小西。哎，爸。搞到人家才回来这样，还有东西啊？要去查大学了，到屋吃饭是？我等你去锅里看吧。你瞧，大火来了，小西。这是什么？这一把大火，估计有差不多100多斤哦。你就妈带的米是吧？这一把大火你看。那米还厉害嘞，背得起来。好了，那拿去了。啊，宝宝哭了，我去带宝宝了。这个。这里又有米呀、啊，有菜啊，估计够我们吃十来天了，都不要去买菜了哦。这啥啊？这么多？来看一下，这都是袋子装的。肉。这里面是什么？这是，这个是豆腐，这个。这是。那个有油巴的那个豆腐。这个是米，这个是青菜，嗯、这一把青菜搞出来。嗯。这是什么？这也是干货，好了，我来搞了。那今天老妈带狗肉的哈、哦，嗯，没看到的吗？估计在这个袋子里吧，还有那么多袋子没拆开呢。是狗肉啊！哇，这妈妈搞了一袋青菜。好可惜啊，狗肉我不吃。这是今天的鸭子。这么多我都不知道怎么吸呢。这是保鲜的，没事。这个是一标鹅吗？这是鸭子吧？鸭子。这个也是冰冻的，鸭子应该是今天杀的。嗯，不能挤了，挤不下了，鸭挤坏了。压进去了，大门压进去了。这个也要冰冻才行，这个都是妈搞过的。又搞一些猪血丸子上来哦。嗯。这估计也可以吃一个月了。干辣椒皮，对啊，这个是那个干豆角，这些炖汤最好了。我们来炖排骨吃啊、哦，然后这个也来许多。上次婆婆不是说没有这种干辣椒皮吗？这次带上来了啊、哦，这个炒干鸭子吃好吃，嗯、好香的啊、哦，是吧？对啊，这辣椒蛮好的哦。嗯，这个买卖的好贵的嘞，嗯，70块钱一斤的。不用吧，其实不用吧。上次那个网友好像是卖70块钱一斤。小新，你试一下这个红薯干，蛮好吃的。还带红薯干吗？这是我妈妈塞的。我尝一下。这个干的还是保的时间久一点啊、哦嗯，不会坏。好多啊、哦。嗯。这么大一袋青菜，哇！一个礼拜不用买青菜了呗。这个月一把一把的搞。这是莴笋叶，这个香菜可以拿来搞那个旺菜吃哦。说那个黄菜呗。放一边了哈，不用想。哇，葱啊蒜也给我们拿上来了，这个超市里都卖4-5块钱一斤。有嘞。都没地方摆了，放在这里摊一点吧。哇，你看，这么多青菜，你看到没有？哼，都可以摆摊摊了，可以去卖了。谢谢你，明天早上去卖算了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你在家带宝宝，我去卖。好。